现在这个世界进入所谓的网络时代，也有许多年过去了。比起以前的人，现今的我们看似更容易获得资讯，得着知识。然而是这样吗？我们每一天打开手机，打开电脑，一旦上了网络，有那么多真假难辨、善恶难分的信息资讯向我们扑面而来，靠着我们自己去分辨是非，去判断善恶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也是面对相同的考验，而这个时候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保护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将我们的心怀意念交给他，来洁净，来保守，来赐给我们真正懂得是非善恶的真智慧。这就是我们的平安，这就是我们的依靠。父啊，求你使我顺服你，除去一切不合你圣洁旨意的事物。求你使我常思想认识你的旨意，好叫我怎样讨你的喜悦。上帝啊，求你使我永不陷入试探，在祷告中我求你使我避免。主啊，求你容让试探不超过我的力量。阿们。